呢度系香港西半山嘅超级豪宅宝峰。今日我哋睇一个独立庭院嘅特色单位。客厅摆放咗白色长型梳化，配衬绿色系列嘅 cushion， 圆形橙白色嘅茶几，仲有唔同颜色嘅家私做点缀，打造新一代奢华豪宅。饭厅都是用橙白色为主题，既摩登又时尚，靓靓女主人正为客人装饰餐桌。主人房全落地玻璃窗，视野广阔，住喺度真系心旷神怡，舒适自在。仲有个豪华衣帽间，可以放好多嘅靓衫，等女主人可以打扮得高贵又大方。呢个房间光线充足，布局非常精致。它的独有装修和家居摆设，体现主人家的高雅品味。窗外还有个绿油油的圆景，感觉好像在丛林之中，在这么舒服和宁静氛围之下阅读，真是赏心乐事。靠近入口有个会客室，可以约好友捉下棋。厨房宽敞明亮，名牌电器一应俱全，女主人正为家人准备晚餐。单位有独立大门和花园，可以得闲散下步和呼吸新鲜空气。记得关注我，点赞、留言和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